开心，阿妈对不起。好，我先说一下，这个是一个发圈，然后把它放到我的脚背上，然后站起来提起来，用嘴巴接住，试一下三次之内能不能成功哈、啊。等一下我把耳机摘掉了，我就听不到声音了。等一下，我先确认一下，你的脚环套，你的环套在脚上，然后抛到天空，用嘴巴接。嗯。阿娘喂，来吧 ，Go。我把这耳机取掉，我就听不到声音了哈。好，开始了，给我三次机会。来哈，祝我好运哈，看清楚了。哇，一次就成功了。请问一下味道怎么样？那没有什么味道，自己的脚能有什么味道？而且我放在脚背上我放在脚背上能有什么味道？OK 我关注你了，下次有条件我再报仇。我关注你 OK 好，顺波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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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